题问好了。好，这样吧，来，走起。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哈，哎，我稍微看一下我们事务所现在是什么状况哈。现在是11月23号，东西蛮多的。哎，昨天有玩到11月23号，现在是这个状况是吧？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工作 ，OK OK。我看一下我们单曲啊，风云变色，风云变色正准备要做，然后无所谓也要上了，红眼可以升级了，举行演唱会。要上电视节目 ，OK OK， 好，我想美食公道博已经开始赚钱了，再开一个吧。网路节目，对哦，之前不是要开旅行的节目吗？旅行节目，算了，先不用，先不用吧。就先靠这个美食公道博了 ，OK， 这边开始接合同。该休息的就去休息。開始します。自动设计，自动训练。应该开游戏频道了，来了来了，工作来了，找一个帅气的女孩，好，去吧，信源。我觉得该一定要上电视，不上电视真的不行。开始公演，公演升级，现在公演一次可以赚40000元哦。电视剧的合同，登上单曲榜的前5名哦。我看一下，发行5张单曲，我们发过几张单曲啊？1、2、3、4，我们目前发过4张单曲。风云变色，开始作词。对，风喵喵，25个月。需要一点收入呢，可是美食公道博再开一个，1周2次美食公道博，该准备打游戏了，来准备开游戏频道，听节目游戏频道来了，网络游戏频道。都随机选3个 ，OK。游戏频道，游戏频道叫什么好嘞？这个就叫就叫魔镜之夜吧。魔镜之夜好啊。魔镜之夜，終了します。来，开始制作。拜托拜托，那我们接个电视剧吧。40000元拿到了，来了来了，钱来了。哇，现在。去做十霸要50000块哦，十霸现在这么贵哦。
那无所谓，要编舞。弹性。发现这个舞蹈老师不太会编舞，编舞的分数不怎么高。风云变色，再做个营销就可以出发了。离下一集还差21000。哦，染田20岁生日喽！20岁生日能力只会下降的是什么状况啊？但是他变聪明了。20岁毕业，哎，朱茵走了进来，他嘴里说着什么，但声音太小听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再度开口，哦，很大声。公演让他嗓子哑了，他现在说不了太大声。魔镜娱乐一直都是这样吗？你要稍微习惯一下哦，我得多多努力的。连日的公演都不休息一下吗？啊、哦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哎，多休息吧，你多休息吧。終了します。哦，夜公司哦，要玩了，要玩了，找个时间就来玩。哎哎，我们轰进塔哦，有第5名哎。開始します。我就知道那一首一定是神曲。来啦，做宣传，做宣传的啦。单曲榜的前5名怎么样？你喜欢动物吗？那就看是什么动物了。我对人也是如此呢。人与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。对，人跟肥仔那是不一样的。有喜欢的人，也会有不喜欢的人。所有的动物他都很喜欢。附近有一家动物园，你说说看吧。附近的动物园陷入了经营的危机，最近没有游客，帮他们办宣传的活动。你要出多少？他陷入了经营的危机，没有游客，没有游客就没有票，没有收入就没有预算，没有资金，没有办法收钱。也可以吧，可爱的动物确实很赞。挑几个志愿者吧，好吧，没有问题。志愿者活动那一天，你来现场看一下啊。好的，好的。跟大家相处一定会很开心的呢。偶像和制作人就是这样的关系呢。耶、yeah, ，要公演喽！哦、oh! ，可以去电视剧了啊！电视，好，信源，去接电视剧吧。12月9号就可以去这个 ，OK OK。林默10个月。どうしましょう。所谓的作词，风云变色要准备发行了哈。魔镜之夜还没设计呢。12月1号，美食公道博，上次有8000个观众哎，我已经做了8期了，已经有人毕业嘞。你听说了朱茵的事吗？他嗓子都哑掉了。谈过一次呢，他已经把他送回家了。你要不要偶尔让大家休息一下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Yes. 太勉强大家，终究是要吃亏的。我也没有要大家一直公演，只是我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努力一点，好不好？多做宣传。受伤了，谁受伤了？这个偶像受伤了，他没有办法进行训练。OK OK， 先
把他丢进医院。好，去医院好好治疗一下。我看一下，风云变色，做好了，发行。我，风云变色卖得好啊！粉丝又增加了，傻企鹅31个月。我看一下美食公道博现在出问题了，是不是？美食公道博3个人，部分出演者已经毕业了。前参演过《陪你昂首直到世界尽头》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准备开演唱会，大家先好好休息一下，我们准备开演唱会了。有一个偶像开始谈恋爱了，偶像有人开始谈恋爱了，不训练嘛？最近先不训练，让大家好好休息一下。来，我们准备开演唱会了。恋爱了，偶像也是人，谈恋爱那也是很正常的。这个是不会谈恋爱的，难道是古端小圈圈不明？难道是姓袁？近期收入不错，我来看一下大家的薪水有什么问题哈。大家想加薪是不是？确实最近工作不错啊，哎，给你加到50000，古端工作也蛮认真的，给你加到30000吧。信源也不错，你拿10000，马上你也拿10000。哎，调薪，哎，大家都调薪，哇，涨幅达2倍以上，哎，200% 的涨幅，哎，看一下，先好好休息，哎，所有人都给我去好好休息，我们准备要开演唱会了，会发布的媒体，魔镜之夜准备设计。好，魔镜之夜开始设计，无所谓，过于频繁会极大的降低销量。好，无所谓，先扣着吧，先扣着。风云变色可是卖得很好啊，那 F7 怎么办呢？不用，我也没有说到很缺钱嘛。来啦，开始多接一些电视剧啊。那，看一下哦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再做一个SPA，大家就可以准备开演唱会了啊。谁占 C 位好呢？果然还是染田吧，染田的精神力好得不得了。来，特别活动，准备来做演唱会，增加曲目。第一首早安，第二首轰进桃，
第三首《风云变色》，快乐崇拜，最后陪你昂首直到世界尽头，哇，完美！这消耗贼高哎。票价要卖多少？哦，增加谈话休息，中间还可以插入谈话休息是吧？哦哦，谈话休息也要放人哦，中间还要休息哦，演唱会中间还有休息的。然后主席一首歌，这个制作费用稍微有那么一点高吗？票价12000。预计入座率有11%，热度值也不错。好像不太好办呢，这个先等等啊，演唱会的事我们先不急，这个先不着急，大家先好好做宣传。开始一档电视节目啊，好，我们来做一档电视节目吧，看一下，来做一档这个。念完快打，我们请到新人主持人好了。念完快打，固定出演，固定出演就是注音。再来一个幽默一点的家伙，染田，好，马上哦，可以。这每周预算为什么会那么高？哦，电视节目啊，电视节目比较贵一点呢。每周预算要哦，电视真的蛮贵的。但我觉得还是得做，那还是得做。我们先把实况做出来，然后就来做电视。魔镜熊啊，魔镜熊难道红得过电玩快打？我觉得电玩快打一定可以带着我们起飞。在啊，那都是假的，都是幻觉，全都是幻觉。哎，我们先去那个，先去动物园啊，不是有一个动物园吗？哦，企鹅。啊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，王先生怎么可能会不来？这可是动物园呢。我们今天是来当志愿者的，没有人来，没有人要来动物园。我要帮忙什么呢？目前没有什么要做的。每隔一个小时，饲养员会举行表演，讲解动物的小知识。表演持续20分钟，我们很空闲。真的腻在一起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要聊动物，我就有说不完的话题。但实际与动物接触，一天最多3次。如果我是动物，你觉得我是什么动物？猴子，啊，聪明又忠诚的那种。比起这种奉承，我想要听听具体动物的名字。黑美洲鹿，那是什么？違います。黑美洲鹿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哦，他们是非常忠诚的。哎，但愿你要健康一点哦。水生动物区域要开始表演了，我们要给企鹅喂食。要喂企鹅。哦。哎呀，是魔镜娱乐的朱茵哦。我们现在这么红了。企鹅一顿饭只能吃这么多呢。そうです。真
这家动物园有几天是给企鹅喂食的哦，哎，大家记得要常来哦。这边都开始拍照了。企鹅都是在南极哦。企鹅会爆炸吗？企鹅可能不会爆炸。收获了719个粉丝。哎，很好很好，有赚有赚。新世纪互娱正在准备出演一桶的眼泪，一桶的眼泪啊、哦！我看一下谁上，马上去吧。来，有故事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辛苦你了哦，昨天好开心哦，大家都好开心呢。我们的行动非常的成功。呜呼呼。哦，动物园开始赚钱了，那我们也要开始赚钱了吧？登上单曲榜的榜首，好啊，好啊，没有问题。由于毕业，有些人已经被撤换了。毕业，我这边就没有看到有人毕业了，到底谁毕业了？无所谓，应该要准备发行了。电视剧为了你，谁来演呢？来，信源你来演吧，一周可以赚22,000。来做宣传，做宣传。开始一档电视节目，最高报酬要到90,000一周哦。OK OK， 没有问题。魔镜之夜目前没有启动资金，哎，先设计一下电玩快打好了。啊，20,000块钱一周还是不错了啦。你一周赚得到20,000块吗？电玩快打不好启动。现在大家都很闲。好，开心，五班去做造型设计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完蛋啦，有点缺钱呐、果然是只能靠这首歌了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正在找一个聪明的女生，聪明的女生哦，哦，聪明的女生来了，冉田。看来一个月出一首是最好的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负债。没什么办法呢。公演吧，我建议现在就去公演吧。可能需要一些投资者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看有没有人愿意稍微投资一下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最可爱的潜水员环球影城呢？好，冉田你去。要是有人愿意投资一下，等我们接到这个电视剧，哎，再稍微贷款一些些吧。先发单曲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卖得好哎，1900张。我无所谓，只有两个人唱，谁毕业了？到底谁毕业了？我就没看懂。邪魔するよ。
你应该知道我来这里的原因啦、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怎么来了？没有头绪。最悪だな。资金短缺持续了一个月。喂，就一个月。だよ。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喂，我有欠债。不久之前，你就是在这里与我握手，获得了500万元。残念、がっかりしたい。难道你是要让我滚蛋？違うな。失礼するよ。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魔镜娱乐由于资金问题终止了活动。谢谢你一直以来付出的努力。要是能重来，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。我也没有办法，你被开除了。哎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公司破产了，你被开除了。舞蹈老师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运营了。你真是个优秀的人才。再见。哎，公司没有钱了。大家都回家吧。大家都可以回家啦。已经无法运营了，哎呀，我们就差那临门一脚，只能一个一个请他们离开了。公司已经破产了，你干得不错，我们之间非常的愉快，再见了，蓝天。古端也要走了，哎，大家都得回家了。他已经听说了，嗯，那是很棒的回忆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再见。我们公司已经破产了，回去吧，朱茵。你发现有人在外面等你，我知道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有件事要告诉你。魔镜娱乐本来可以走得更远，哎，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全都是梦一场，啊，梦一场。做了一场梦。果然魔镜娱乐是不行的。